爆个头。好像没走我。好，老铁们啊，接下来咱们吃点腿啊，家人们。这腿应该走了，刺身。是不是小的？家人们，再来，再继续爆个头，炒的可挺香啊。你干啥呢？你他妈都对不起点玩意儿啊！见笑了行吗？见笑了，这状态还他妈能不能成了？见笑了，你手。哦，腿儿熟了。这里面其实也熟了，我估计。香，家人们啊，这玩意儿挺香啊，海鲜。八爪鱼，关键吃刺身。嗯，那个大，哎呦我去！